这是一场你不会从新闻中得知的发生在非洲的战争，一场因象牙而起的战争，每年约有25000头大象因此而丧生。非法象牙贸易滋长了非洲内战和横行的恶势力。要结束这场战争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拒绝购买和使用象牙制品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。